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水果市场，然后来买一点水果，准备去看一下我的丈母娘。那买点什么水果啊，梦妍？看嘛，选一下嘛。嗯。想吃的就买。主要是买老妈她喜欢吃的。我上次给她买了芒果、椰子，还有什么呀？反正三样她都买了。哦。那个草莓甜吗？你老妈爱吃草莓吗？爱吃，爱吃。一说一篮，那就买一篮。一篮呐？嗯，一篮的卖吗？是一篮一篮的卖的，装的漂漂亮的噻。买点妈妈。要不给？两篮够吗？够了。我老婆刚刚又把我说了一顿，她说我挑都不挑一下，直接就买了。那个里面有怕有碰伤的。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，女人做事还是比较细心。那个大橘子粑粑干甜不甜呢？是甜的，一斤的，十块一斤的。便宜点吗，老板娘？没想到，这个就是。老板娘是本地的吗？嗯，是本地的，我们都是本地的。哦。你保小盒子要保险。小个东西好了呀，你怎么跟人家反馈呀？啊。那这样碰伤的话也不碰伤。是啊，小盒子今年不上了。现在这个多少钱？阿姐。哎。买点这个香蕉。香蕉老妈意思吗？哦。好的。走一个。多便宜的东西。上面熟悉，便宜你吗，老板娘？我没想到，觉得这个我们都你们私家的用，我们都是配合，这是配合地方，是吧？阿姐，哎，这个，哦，这个老妈意思我知道。嗯，好。甜不甜哦？你问老板娘甜不甜，她肯定是说甜。你吃了，你吃了，吃了不好吃的不要，不好吃没关系，不好吃是我的。嗯。哎，这是你真的，你东西大了不？你真的是我的，不好意思。老婆，妈，这个你要吃吗？不爱吃，我想买点这个吃。好，你们这里叫马蹄啊？嗯，马蹄的就是马蹄。嗯。哦。马蹄，来这一点。我记得我们那里以前田里面有这种东西，我们那里叫做关关子。哈哈。老板娘，你说这个马蹄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吃了，这个不小的东西。老板娘之前的东西每一样都好吃。试一下，哎，我不说的好吃，你试一下。那我尝一个啊。好，你尝一个啊，反正好吃你就多买点。不好吃我就不要啊。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，没关系。还行。你不剥皮啊？就这样咬。我们就这样吃啊。吃火山。啊，还行还行。还行是啊，他说还要他吃。哎，这个老妈也爱吃啊。啊。啊，这个我还是挑一下吧。挑一下，这样子吧。先说两个。我大姐给他吃过，我大姐给他吃过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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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信收款12元，老爸爱吃。哦，老爸爱吃必须安排。嗯。烤鸭要不要，阿姐？烤鸭呀。嗯。你要吃吗？你吃就行了呀。我不吃，我吃了怕老爷不高兴。那走。啊，买了一点水果，买了一点菜。嗯，现在我们回家了啊。回家。哦，小姐这么饿了，是吗？大吗？哎，大大，真的大。我买点你爱吃的水果。啊。谢谢，卖木。我谢什么？我啥去？我自己包，我自己包吧。坐吧，你坐。你包来。啊。我自己来。爸爸，给几个你爸一号八二八三八呀，得给你啊。耶。你叫有没有？叫了啊！叫你爸妈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是爸爸。你坐啊！坐。你把那个吃的拿点出来给他们吃嘛。哎，好的。啊。那个水果给他们吃哈。啊。不吃啦。走啦。吃点水果。啊。那新草我们给老人家吃。好。啊。啊。哎，好了，我新水果。啊。红的给你。草莓还是蛮甜的哈。嗯，那你们这些长辈能吃点水果？在找你。好。阿姐，你坐啊。好。坐。你坐口火热点呗。没事，你坐呀。哎呀，你坐。我等着。有椅子。啊好。我拿水果。
先生，你是哪干嘛？自己拿，一人拿一个四项。嗯，小米好些，好些呀，好些多一点。啊。啊，今日的不白木的的。一边来保险来就不容易啊，人家都可以辛苦等来。只有辛苦什么，老妈？嗯，现在交通那么方便。我现在还是身体还是。这样子，老妈就是，没事了。其实我老妈呀，她其实心态还是比较放得比较很开的。大家有时候可能看一下，她拍的那些抖音啊哈，可能好多朋友也看过。她没事啊，就在家里。有时候自己拍拍抖音啊，或者说跟这些长辈一起啊，娱乐一下，跳跳舞啊，唱唱歌啊，很开心的。对，其实这个心态最重要。心态好，心态好，也很开心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那个，也不是大毛病，是一个没事的。没事的，像去医院复查，复查等那个结果出来了，咱们就是该去医院了，看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对吧？其实老妈的心态我放心了，然后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。人家在这里玩，像这些长辈啊，有随时下来陪陪老妈呀，这样子啊。人家我天天的可以玩了，人家开心了。是的。像我爸爸那里啊，大妈呀，他们就知道我妈就是生病了呀，不舒服，然后每天他们有事没事都经常。到下面来就是陪陪我妈，然后让她开心，怕她想得多，一个人的时候怕她想得太多。对，是的。其实像我的话，老妈你那个不要想太多。天天开心。对，这里是我们家湖北湖南是一样的。心里什么事都不能让。对。有什么事啊，是一点点怎么好玩一点。对，乐观一点。对，像你有什么事啊，就把我当做你儿子一样啊。有什么就跟我们说。到医院的就远就打电话的。反正等那个复查结果出来了，就到时候再那个，按照医生的安排吧。反正莫想的多，又没得事，现在我血还发的，让医生哥。没事啊。没事的，就一点小问题、小毛病，相信我。紧的就不敢。对。反正我的天天晚上就给你玩了，你还幸福。对。这个晚上十一点四十几，那还有。这么晚了？啊，我都十一点多。十一点四十几才走。对，其实你们老年人啊，就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多姿多彩一点。心态放松，对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有好处。心态很好，我现在一直搞三张牌。年纪高，年纪好，年纪高啊，年纪不好有三我就听你说，年纪高的好，你们四麻嘛，对吧？身如红钟。就是说起话来中气十足，但屌丝身体是杠杠的，是吧？身体不好。啊，今年肚子饿的嘛？肚子还不饿，不是很饿吗？我就过点饭再回来了。我们去吧。不行。我们去。那我一起去吧。我一起去。我一起去吧。你爸爸，我去帮忙。你去帮忙啊！我姐啊，你爸爸你做啊。好的。这个是鸭肉，这个是鱼，还有搞的那个豆腐，接下来还有个主菜。好香啊！土鸡来了。这个就是正宗的土鸡了。你给他卤在土。我老爸老妈呀。他们两个人联手下厨啊，有鸭，有牛肉，有青菜，有这个青椒炒回锅肉，还有这个锅儿，还有这个鸡肉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开饭了。好，我先去盛饭啊。好。